今天为士兵鞋亲爱的好买家介绍两款优质锅具的商品。第一个是18公分的，它是304不锈钢锅具，因为它出厂的时候工厂都包覆得很好，它这是镜面不锈钢的，那它这个还有玻璃的外层。不锈钢它镜面最重要的是，它如果有残渣的话，用温水浸泡，不要铁刷或者锅那个有硬质的毛刷去清洗，它这个导热速度很快。第二件呢，就是欧洲型的不锈钢，不粘铸造锅。它这个商品的优点，手把非常轻盈。它这个盖子也是不锈钢透明的。它的内炒锅就是30公分的，最重要是它一个导热速度很快，它能节省40%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锅底。它这个耐高温，它又有玻璃可以识破，如果我们在烹煮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料理的状况。它打造这个锅，它非常的复杂，它是用超级节能的聚能底10道手工的工序打造而成的。今天介绍到这里，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，请麻烦按赞、分享与订阅，谢谢。